我今晚有靈師撞嚟啦。係，喂，我哋啱啱就做咗個 Horror Eleven 啦。咁你亦都同我哋出現咗個地方啦。兩個。啊，係喎，一個就大會安排，另一個就係撐場。呢個係純粹插嘅插花。係啦，喂，咁你又覺得呢十一位參賽者？睇曬啦，而家嗯睇曬啦，因為你去過現場啊，係啊係啊，你覺得邊一個勝算較高，或者你中意邊一個嘅表現啊？我梗係撐我自己個 friend 啦，就阿威啊，係啊 ，OK， 即個人冇咁中立啊，係。喂，除咗阿威之外咧，其實有幾個我都會覺得幾深刻嘅，譬如話一係新涼潭啦 ，OK， 係啦，仲有就係沙嶺啦，沙嶺係沙嶺呢兩個都係比較特別嘅，我自己都覺得係嘛，都睇到幾多嘢係嘛 ，OK 啦 ，OK 一啲啲啦，好啦，喂嗱，今晚咧好多話題啦嚇啊嘛，都率先要 recap 一樣嘢，呢個問你咧亦都頗啱嘅，係因為咧前兩日啦嚇，咁我哋喺節目都講咗一件事嘅，咁就係咧瘋傳啊，就話將軍澳有一個嘅地盤。盤之類嘅嘢啦，咁就話打齋超度做法事咁樣啦，咁其實都上咗好多嗰啲嘅討論區嚇，咁甚至乎咧，直情俾人討論到啦，有官方都可以即係話官方人士咧出嚟去講解究竟。話喺呢一批相以外都影到有一隻腳噶嘛咁樣啦。咁當日我都揾咗一位嘅認識一啲人體殘肢嘅朋友啦，咁就阿 Vincent 啦，係啦，咁佢係比較認識一啲呢啲人類嘅殘肢啊，佢有研究咁樣啦，一個法醫咁樣啦。佢就話：喂，其實都真係似人腳嚟嘅，唔係啲咩做出嚟啊，或者係假嘅。我而家目測就唔似係假腳咯，係咪啊？你都覺得係真係？我目測就唔因為有曬啲紋路啊，嗰啲血管嘅。即係佢當然佢噏得出個 terms 啊，佢係啦睇得出係咁樣係堅嘅啲紋啊咁樣啦。咁如果真係佢説話，咁啲人話咦，咁點解唔腐爛嘅咧嚇，完好無缺嘅咧？咁而家咧就真係揾到啲資料咧，係可以解到啦，直情有官方嘅一個答案喎。係。哦，係啦，就話真相大白啊！香港大學醫學院啊承認責任啊，就話咧其實喺搬遷大樓嘅時候，有職員點算人體嘅一個標本出錯，就將部分嘅遺骸啦嚇，咁就喺將部分嘅遺骸就擺咗喺上址啦嚇呢個地方啦嚇，咁啊連同呢啲建築嘅廢料啊擺咗喺堆填區咁樣啦，咁啊醫學院對呢件事都覺得非常之不安，同埋非常之抱歉啊咁樣啦，咁啊亦都承認呢個責任咁樣咯。嗱你咧亦都係經常接觸屍體噶有一段時間咁樣啦，咁同埋都出入好多一啲醫療地方，你覺得係有冇可能真係發生呢件事？唔出奇啊，其實之前好似我冇記錯咧，好耐好耐之前啊，都曾經久不久就出現過呢啲咁嘅 case 噶，係我諗大家翻嬲下咧，應該係有呢啲新聞都出過噶，又係少少失誤啦，咁好多時或者係工作人員可能分類嘅時候，人始終都會有錯嘅，係啊，唔係除呢個可能性咯，係嘛？因為肯定係有呢個新聞嘅以前。不過係咪即係未必係一定係呢個地段啦，即係可能係其他地段啦。嗰陣時我記得嗰陣時新聞仲好大單，又以為有咩死人啊，有人殺人啊，又係啦，因為你咁好緊要噶嘛，發現屍體。後屘就出嚟承認，我唔記得係醫院啊，定還是係又係大學嗰啲就係話即係唔小心有嗰啲職員咧就誤將咗佢係垃圾掉咗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咧，即係都有人問：咦，如果真係屍體，點解唔腐化咧？咁而家就咁啊，解通啦，因為佢已經係打曬藥噶啦嘛，已經落咗防腐劑，或者未必係腐化噶。咁你都要睇天時地利噶嘛。係係啊，咁你唔知佢幾時乾屍嘅話，咁你曬乾就冇噶啦。係同埋咁即係始終都係有味噶嘛。咁你咁多垃圾味嘅話，你未必有加上你堆填區，你都要落啲化學嘅物品去殺菌噶嘛，因為你始終係垃圾有菌噶嘛，咁你嗰個過程其實大家堆埋一堆咁樣唔腐化，你一打風幾廿年前嗰個嗰啲罐啊膠袋乜鬼，咁嗰啲就梗係啦，係咯，一樣有係啊，所以我覺得都未必唔出奇咯。OK， 好啦，咁如果係咁嚇，即係話人體殘肢，雖然人體殘肢啫，就唔等於鬧鬼㗎。
未必嘅，又未必嘅喎。又講真，因為嗱，你譬如做手術嘅話，假如touch wood 啦嚇，我自己可能我需要切咗只腳嘅斷肢嘅，咁斷肢唔使死噶嘛，係啦咁樣嚇。咁所以咧，兩單嘢係咪真係亦都有關係咧？我亦都唔夠膽講，即係佢鬧鬼或者真係要揾到師傅去做一個破地獄啊咁樣，同發現呢啲咁樣嘅人體殘肢又未必。即係 exact 嘢有關係咯，不過可能安心嘅，但係好嘅，起碼有高官出嚟即係澄清啊嘛，肯講啊嘛，係咪？係啊，因為好多都唔講噶嘛，係啊，所以值得表揚嘅，唔係佢嘅大學嗰方面嘅教授啦，嗰啲咁係啦，就即係可能係勇於去承認有啲嘅錯誤係好嘅咁樣啦。好啦，咁啊嗱呢單嘢就唔知嗰個段落未啦，因為我聽說。是有一些更加是內部的聲音流出來的，我不知道一陣間會不會再收到還是怎樣，因為有人說好像有這些聲音是當中的人士是講的，看看一陣間會不會再有這樣。好了，今晚呢靈芝上來當然有一些課教啦，都會不會牽涉一點又是醫療的失誤呢？其實又可以話係，又可以話唔係嘅，即係觀點與角度啦。好啊，你講嚟聽下。其實又唔係啲咩特別嘅靈異事嘅，只不過即係一件奇怪嘅事啦。我應該可以咁講啦。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冇耐之前，即係我爸爸就過身啦，即係好就好突然啦。點樣死我自己都唔知啦。咁啊，事隔大半年啦，咁個即係死亡證啊，終於出咗嚟啦。咁樣，咁我哋對個 report 就。那個死因咧就有所懷疑，咁啊，即係有其實自己做呢行即係自己都會好清楚呢啲啦，係啦，知道噶啦，比較了解咧，又問得到啦。咁就跟住就研究緊好唔好去追究呢件事啦。咁即係大家跟住後屘有好多外圍嘅因素咧，就即係我覺得就算啦，唔好追究啦咁樣啦。咁如是者。嘅決定咗呢樣嘢，同屋企人講啦。講完之後，第二日咁樣，第二日，因為其實我哋攞咗嘅時候咧，其實屋企人都有少少激動嘅，咁就覺得我哋應該要追究咧咁樣。咁大家去商討啦。咁最好問老豆噶啦。咁就點啊？就即係嗰啲叫咩寡杯啊？問聖杯嗰啲係啦。咁其實咧都係先人都覺得應該要嘅。你點樣問？你喺邊度問？我因為我哋有請咗個位擺喺屋企嘅，係啦，就老豆，即係而家咁啊出咗啦，咁樣你即係覺得想唔想我哋去繼續去追究咧？咁如果你想嘅話，就連續三個聖杯啦，咁樣咁樣咯，咁就連續三個嘅，係啦，我真係嘅。是連續三個的，咁跟住之後咁啊好啦，咁我就去處理啦，去揾資料啊，咁樣整其他嘢問啊咁樣啦，咁跟住後屘。即係好聽翻好多嘅意見嘅時候，同嘅分析嘅時候，都即係覺得其實即係要追究，可能係一件好漫長嘅事，或者係好花錢，好錢都係其次，係啦，個精神同埋個壓力會好大咯。咁跟住我就決定咗，我哋決定咗就唔追究啦。咁決定唔追究嘅，其實嘅第二日，即係其實前後一兩日嘅事嘅啫。咁跟住決定唔追究啦。咁有一日，咁我就行去廚房嗰度 hea 咁樣啦。咁啊，吸下新鮮空氣啦！吸呢個新鮮空氣嘅期間咧，咁啊，突然間咧，我成身就發曬麻，即係麻痹啊！由頭麻到落背脊，跟住落個身，係一邊身嘅啫，因為我一邊就冇向，即係點講？我個身就向個爐頭嘅，咁但係因為爐頭冇開冇剩嘅，冇煮食嘅，咁所以係唔熱嘅。咁但係好明顯咧，就係一邊就正常體温，後面就係軟凍曬。咁我第一個感覺嘅話，即係以我自己嘅經驗就係咧，應該有啲嘢嘅。OK， 即係入。咁啊，跟住係啦，跟住我就擰住面睇啦。咁就有一隻咧，好似飛曱甴嗰啲。大隻嘅昆蟲入咗嚟，而嗰只昆蟲咧好明顯就唔係一隻曱甴嚟嘅，又唔係蟬嚟嘅，但係佢個形有啲似蟬，但係又唔係蟬嚟嘅，都驚嘅，灰黑嘅係啦。咁其實昆蟲嗰啲嘢我都唔驚嘅，因為以前成日都去荒山野嶺行嚟行去，咁樣都唔會特別驚啦。但係我下意識覺得呢個係我老豆咯，即係可能先入為主啊，我第六感覺得係佢咯。咁跟住我就如是者，咁我就話：，老豆係咪你啊？如果是你的话呢，整件事是我决定的，你要怪怪我啦。我想知道是不是你，如果是你的话呢，你就冚我三巴啦，最错都是我的啦。怎样冚啊？跟着呢，即是讲都不信，那只东西真的直
冚我块面左边三下，即系飞埋嚟，即系扑埋嚟，好大力，系好大力，即系直情系好似俾人咧用手指弹面咁样咁大力。系啊，咁跟住我就话，哇，咁系你，咁我话，咁我冇办法啦，即系既成事实，咁即系我又要讲一大堆嘅藉口咁样啦，咁样即系当系藉口啦，即系话翻俾佢知点解，系啦系啦，解释咁样啦。咁跟住我话你，即系你安心啦，咁样你如果。是即是如果真的你的话，那你再去我左边膊头，因为我都想 confirm 是不是、你在我膊头就停一下了、那他真的在我左边膊头再停一下了。是 啊， 是啊，但是当时我枪在右手边的、而啲枪都是打开晒的。是是啦，这样咯。那这只东西从来没有见过的家、没有的、我家三十几楼。是吗？是啊，空壳的、是啊是啊。那就没得不承认是爸爸的了，这样。是啊，可能我主观觉得是咯，是啊。但是我从即是在那个时间里面我是没有见过即是那个鬼魂的，这样咯。还有因为那间屋呢，其实呢我现在住在这里，这间屋呢就不是，因为是我和我妹住的现在。那我妹自己一家一住呢，有她的先夫和她那个屋企那些祖先在那里、其实理论上我老豆应该入不到的、正常来讲是咯。OK， 咁结果点啊？证实咗，咁但系都冇再做。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咁你走啦，我话、你走啦，咁咯，系、啊。但系其实呢个都有少少插曲噶，因为其实咧、我一话开头话追究嘅第二日咧，我已经梦到我老豆噶啦。跟住我哥又系同一时间梦到我老豆。咁其实我哥好简单咁梦到我老豆咧，就系同佢咧喺个楼下佢扑亲嗰个。那個那個、因為他撲親斷了手而入醫院，突然間咁樣，係啦，咁咧就喺嗰度見到佢，咁就見到我老豆匆匆忙忙咁樣走咁樣，唉翻工啊，即係咁樣同我哥講，跟住係啊，翻上去係啊係啊，好急啊，我要翻上去咁樣，咁樣咯。咁跟住咧，我又見到我老豆咧就喺屋企玩雀仔，因為我老豆咧係有啲好似舊式二世祖咁樣，好中意玩嗰啲雀仔噶，攬住攬住，係啦，攬住幾龍雀嗰啲咁樣嘅，咁就見到佢啦。咁而這個都不奇怪、但我們呢兩個的夢呢是我們老爸都是穿同一件衣服。有沒有燒過的、是他生前穿的，我們、即有他穿開的衣服我們有燒給他的、他就照穿回，因為他是很喜歡穿那些呢典型阿叔那 那些短袖那些蒙特嬌，不是菊花牌那些菊花牌那些呢、跟住然後呢就是一件背心，背心就很多袋，好像人家軍人那些袋那樣那些呢、他就很喜歡穿這些的。 我就是我們兩個同一時間都是夢到他穿那件衣服、是的。咁嗱，你啊成日都會見到靈體啊，有時都好清晰啊。咁點解阿爸爸都要幻化一隻嘅昆蟲翻嚟咧？其實你我唔知道啊，因為你點樣理解咧嚇？佢、可以成個翻嚟揾你都得，可能佢真係想冚我啊！如果係一隻鬼，佢冚唔到，唔夠力啊！你始終都係新鬼啊嘛。嚇！不過我有陣時翻屋企嘅時候咧，都會見到我老豆嘅，尤其是睇翻佢以前中，因為我哋有陣時會。播翻啲舊戲咧，咁煲下啲舊戲啊嘛，咁變咗咧，咁我有陣時煲緊舊戲嘅時候咧，我就會見到我老豆坐佢以前坐嗰個位嗰度。哦，有見過嘅都有見過，係。OK OK。或者係而家有陣時擺啲供品咧，都係會有喐過。哦，不過可能咧都有一段時間啦，即係當個靈體可能都走咗，譬如幾個月慢慢啦，佢個力量就會褪下褪下少啲少啲，佢就要只要依附係一個。昆蟲啊，或者啲嚇呢啲小嘅昆蟲裏邊，先至可以翻到嚟咯。佢唔係可以好似以前咁樣，係咪自出自入啦，或者咁樣咯？個能力問題咯，已經係。係啊，係啊。OK。係啊，呢個比較特別咯，上個星期發生嘅事。啱啱上星期。係啊。哦。好啦，喂，唔止喎，你仲有見到一啲咧？我唔係淨係上親嚟都講我老豆嘅。唔係咁啱啫。嗱，冇傾一排。最近都有啲幾特別嘅事件喎，係嘛？係啊，講邊個先好咧？講另外一個先啦。咁另外一個咧，咁其實咧而家就翻緊新嘅工啦，新嘅環境。嗱，唔好講太清楚啲咩工啊。翻新嘅環境，知就知，唔知就算啦。係啦，係啦，係啦。OK， 咁就新嘅工咁樣啦。咁咧，我每一日咧就都係即係定時嘅，咁見到。每一日都在一個車站同一個車站搭車，每一日都是見住，即係通常都會的啦。我想如果尤其是翻定時的人咧，搭車的時候，即係大概都是那班車上車咁樣，日日都係會見嚟見去，都是那班人。咁咧，於是者呢個零兩個月咧，咁我日日都會見到有個女仔嘅，應該咁樣兩個女，一個女仔一個女人咁樣。
咁咧，嗰個女人，個女仔先啦，頭先講個女仔咧係有啲即係你望落係應該係有輕度嘅智障嗰啲咁樣嘅，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就係都係叻嗰啲嚟嘅。咩叫？即係話佢應該係我估計係可以工作嗰啲。哦，係啊係啊，即係因為都會見到佢係唔係話真係好似望落好大情緒啊嗰啲咯，係啦。但係你一望就其實都係望得出佢係。是比較弱少少弱智嗰啲咁樣咯。OK， 係啦。咁咧，跟住佢每日都係同一個女人一起嘅。那個女人就中年嘅，咁啊四眼嘅，就五啊零歲嗰啲肥肥地嘅女人嚟嘅。係。咁如是者，日日都會見到佢哋喺度傾偈。哦，咁啊，喺車站嗰度，係啦係啦，即係其實因為我行嗰段路都會見到佢哋喺度行嘅，咁、就會行一段路，咁啊行到去巴士站嗰度啦，咁啊傾偈咁樣啦。咁、咁啊，好奇怪喎！咁大概就如是者兩三個禮拜啦。咁啊，跟住有一日，咁我就見到佢同呢個女人嗌交喎。嗯，就嗌得好毒嘅，你唔好去死，要死都你死先啦。咁樣即係類似呢啲咁樣一來一往都係講嚟講去都係你去死，我去死，你去死，我去死咁樣，即係鬧交。咁我又覺得，唉，鬧交如是者，即係有講話你死我死嗰啲好正常啦，係咪先？咁第二日又系咁样，第三日都系咁。咁有第三日嘅时候咧，就闹得好激烈啦。咁闹闹下嘅时候就话：我做咩要行出去俾车撞死啊？即系个智障嗰个女仔讲：我做咩要行出去俾车撞死啊？你行出去先啦、啊，咁样。咁跟住个中年女人咧就气冲冲咁样咧，就企咗喺个马路中心嗰度。咁然之后就话。你夠膽出嚟一個女人講啊？個女人就同嗰個少女啦，我叫嗰個做少女啦，咁就同個少女講：你出嚟啊！我而家出咗嚟啦，你出嚟啊！咁樣我做咩嘢出嚟啊？有你俾車撞死，又係呢啲咁樣。咁我就好驚啊！死啦！那個女人行咗車馬路嗰度喎。咁啱啱係啊，啱啱就有架私家車好，即係好隨出，因為我搭車個位咧係一條大直路嚟嘅。跟住架車就好快咁行啦，就砰撞過去咯喎。咁跟住之後咧。佢居然咧架車係穿過個女人，原來我如是者見呢，即係兩三個禮拜嗰個中年嘅女人咧，係都係一個鬼嚟嘅。咁穿過咗之後，嗰個女人咧，冇噶啦，睇完噶啦，最精彩的部分咁啊停咗噶啦。係啊，真係唔好意思啊，呢個只係每晚恐怖在線嘅精華片段嚟嘅啫。如果你都想睇曬嘅説話，就非常之咁簡單，可以參與我哋啦，月費計劃啦，可以上翻係 admin.com。bigbigair.com 咁里边咧参与呢个月费计划，声音咧就系30蚊，视像嘅40蚊，如果加埋用 app 咧就系50蚊。好啦，至于话我唔想参加月费，想俾 cons 睇边集就买边集都系可以嘅。咁啊 download 我哋 bigbigair 嘅手机 app 嘅说话咧，咁你可以识随转变，中意边集咧就买 cons 睇啦。所以希望咧你快啲成为我嘅付费会员，你会睇得最多最恐怖嘅个案嘅。